有一群印度的孩子过去啊，他们在讲说，以为你是印度的明星啊。我不是印度的明星。哎，印度明星赚很多呢。你点一颗红的，点一颗红的，有没有变那个印度宝莱坞巨星？宝莱坞巨星呢？一定要遇到粉丝，超多路人一直在看你，他们觉得你是宝莱坞巨星啊。我脚麻了，就在后面那间 VIP 哦，不用排队哦，你看大家那边排队，边排。好冷。遇到粉丝，三二一。刚刚有人要给我们两张 VIP 票，可是我没有了。我也有。谢谢老板。外面是9度的天气啊，各位。谢谢你，拜拜。觉得我很辛苦了吧？今天跑趴结束，跑趴再跑趴，跑回家。这边在化妆，这边在做菜。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像那个高级的大饭店？然后化妆也用那么坎坷，坎坷到这样找不到东西。然后厨房就在旁边。我们的冰箱。对，冰箱 OK 哦。好看哦。那你觉得我的妆？很在讲。今天要来看一下穿什么样的衣服，我想要穿一件这个，然后配一个这样，你觉得这样子是蛮意大利风的。第一个是全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配一件，我怕我不能形象，就银色亮亮的。一二三，你看我今天穿这样子，你看我爸买那种。这件比较适合那个度假海岛那种，好喜欢亮亮的，这件好美哦，八分钟前穿的是，八分钟前面穿什么都可以，我以为只要挑一件呢，不止哦，而且你要帮我扛，扛货物的，我要回家，行，不能进来这门就不让你出去了，我现在搭飞机回台湾。准备要来沙龙，我们先跟你去。我弄头发了，你看要心理公开。I want a romantic style, Raven, 超 Raven, 我先来去 Raven。梳妆 OK 吗？这样弄起来。对，梳妆可以在台湾可以染发了呗。你们觉得要到底要放下来还是好，还是要发尾呢？I can start. She's like a YouTuber. No, I'm celebrity. Yes. 每次拍大片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全都妆好。So I would say go like the sides, go like this, and but the top, not little bit blue, wavy, and got some volume. That would be nice. Yes. Yeah. Like I'm just lazy. Come with me. 那你是坐着的。Where you are from, guys? Taiwan. I can get it 50. 50? 50%.Everything £50. 他是说全部给我50英镑啦，50趴，哎。狗又狗又狗，sexy。哎，要跟大家讲清楚，我们东西要漂亮的。看他这手法就不是乱搞的。所以你觉得他看起来就是出什么问题？是好，他在用手指绕完，还要再夹定位夹，他出来，等一下还要再整理一次。绝对不要有问题。你说嘛，这么多那收你50嘛，这是我收100了。Thank you. Stand up. 水姑娘有小公主，遇到粉丝，对，那就上车，那就上车。刚刚那是新郎车，哎，他叫我上车，他应该很不喜欢他老婆吧？要逼婚的。伦敦常出太阳吗？很少。这礼拜天气比较好。刚好我们来的时候都是已经天气好的时候，太阳节气。然后法国也停止罢工的时候。罢工他是连车都不开呢，而且我们要转机哦。如果一罢的话，那就是你只能睡在机场啊。我来拍，粉色乳沟呢？露一下吧。这里的啊，没有，我不跟你来。觉得今天的妆法怎么样？她的妆一模一样哎，没有看过长不一样的吗？
好说吧，不好说。比如说谁长不一样？啊，这我不敢说了。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很喜欢在路边。大润城在路边很喜欢，而且现在时间大概是下午五点多，他们没事就出来喝酒。而且他们都站在主家前，这边对是 gay 的区域。大概90%是同性恋吧？都认出来了。谢谢你。我跟他说我要罗曼蒂克，他就说 What's a 罗曼蒂克？我说什么啊？罗曼蒂克听不懂。有一群印度的孩子过去啊，他们在讲说，以为你是印度的明星啊。我不是印度的明星。印度明星赚很多呢。你点一颗红的，点一颗红的，有没有变那个印度？宝莱坞巨星，宝莱坞巨星呢、欸？一定要遇到粉丝，超多路人一直在看你，他们觉得你是宝莱坞巨星啊！我无聊到在听路人讲话了、啊，你就知道我多无聊。我们拍多久？40分钟有，很快播起。在马路中间拍到一半，也有粉丝。我们现在在马路正中间拍一大片。拍到一半下太阳雨，下太阳雨了，我们回家对去吃饭，等下请你吃日式料理，好棒哎！而且他很有缘，是昨天跟我拍照的那个女生，就是他的妹妹。拍个照片吧，我看到你放在那，他来敲我们的，那我们就答应吧。然后我就每次都知道我很爱去夜店，长期公事，他们都会找认识因为去夜店的夜店他到处。我们要来拍第三套，好冷哦！我真的发现我们这件衣服都带错，超冷。现在9度，然后我穿这样，所以大家都觉得是印度辣妹啊。但是你要趴着上去哦，我当然是跪着，很像的。对。现在在看景，现场换上。我们要干嘛？我要我的照片比较重要，转转衣。好冷哦！哇 ，Where are you from？Belgium， 哇，来自比利时的帅哥。我们真是过了千辛万苦，坐错公车，然后又超冷的，终于来到了目的地。我的目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跟粉丝吃饭，他们是一家人，然后他很了解我的需求，他用Facebook 的讯息吸引了我。他先给我看了7台车子，告诉我说他们家有非常多的车可以载我们到处去玩，然后又跟我说了一个非常好的游乐园，然后又跟我说他知道很多夜店，好像是什么性质的，他都可以带我去，有嗑药的啊，有脱光光的啊，或者是有摇头的啊，蹦迪的，他通通都可以带我们去，所以我就来这边了解，他很懂我要什么，对啊，他把我吸引来了。啊，我看到了昨天的那个粉丝，现在吃日本料理，弟弟一起干杯。弟弟真幸福，他比较喜欢这里的教育，是不是？因为台湾比较自由，比较凶，该打还是要打。对，因为真的很坏，玩火的那种，就非打不可。你不是被打长大吗？我做任何事情我都被打。是这边比较 friendly， 然后语言可以沟通。我尝试过去了巴黎，去了2次，结果语言不能够沟通。不错，巴黎人不说英文的。来这里多久了？对，还是我也很想来这里耶。你好像也比较喜欢英国的建筑。我喜欢欧洲。你笨吧，你生在那边头臭哎。不行啊，跟你排队很久的、啊。哎，可能12点去排队，1点多才能进去。对，很烦的、啊。谢谢你们，他帮我买了 VIP 票，谢谢你们。我带走了啦。你就一个黑车吗？我们粉丝人很好。鼓励我们点菜，吃不下，所以等一下跟他去夜店玩。准备要去夜店了，我很累，我真的很累，但是我不能被打扰。你帮我把票买好了，是我真的不能被打扰。他们都是很有名的一家夜店。小时候我怎么玩都不会累，你知道我小时候是几点起来？早上8点起来。太早了吧？起来干嘛？要8点半要去公司上。你说福利汽车？对。哎、啊，你睡过头会怎样？被骂，被打。会被打。等弄10分钟，起来他这3分钟过去，然后素颜了。对啊。那要做什么？请问？什么事情都不用做，盯着电脑开始看电影。所以人到就好。人到就好。他说帮忙去牵车跟去银行。啊，你会帮忙保养车子？我还以为你要自己在那边擦车、擦玻璃。去保养之后，我就坐在保养厂里面吃冰淇淋，跟他们要意大利面。所以你要开车去？对，然后还要穿他们福利汽车的 T 恤。你这样做了几天？
四五年了、啊，很久、欸。四五年就开始不是很想做，就大致出国了。每次那边领，然后多，我养活不了自己了。那、啊、你那你没去，你爸有生气吗？啊，我在别的地方赚的比他给我多啊，不然。准备出发。粉丝他们对我们很好，就是知道我很喜欢去一些特别的夜店，今天要带我们来一间摇头夜店，然后让那个 VIP 票都帮我买好，就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要到，就是不可以失礼。我脚麻了，就在后面那间 VIP 哦，不用排队哦，你看大家那边排队，不用排。好了，遇到粉丝，3、2、1，刚刚有人要给我们两张 VIP 票，可是我没有了。谢谢老板。外面是9度的天气啊，各位。谢谢。觉得我很辛苦了吗？今天跑趴结束，跑趴再跑趴，跑回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佑欣。Hello， 大家好，我是何一佩。三立严选，熊毛蒜。三立严选，最划算。记得来看我，双十一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